起来。这什么躺？这怎么躺？你告诉我。这不就算躺着了吗？我躺不上呀。不就那不就算躺着吗？这个睡袋有问题吧？线索右键啊，就算躺在上面吧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鱼木鸭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新坑鬼面之刃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不是，小伙伴欠你钱吗？真是。好了，这次的新坑我就不多说废话了，想必小伙伴们比我更了解。嗯，鬼灭之刃呢，它这个，哎，你没看到你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吗？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就是那个什么恐怖生物里面的。好了，咱们回归主题。鬼灭之刃呢，它是根据那个一部日漫来做出来的模组。首先我先介绍一下那个主线剧情吧。在日漫里面呢，我们的男主叫做灶门炭治郎，他是一个非常善良而且聪明的男孩子，他跟他的家人都一直住在山里面。怎么说呢，炭治郎他有个外号叫做卖炭的，卖炭郎。就是他们家的唯一的收入就是靠他去那个镇子里面卖炭。当有一天早上他去那个下山去镇子里面卖炭的时候，然后第二天回去，他的家人一家五口都被鬼给吃掉了，唯一幸存的妹妹泥豆子也变成了凶暴的鬼，一切都变了。当时他好像是遇到了那个叫做富冈的一个少年，是那个什么鬼杀队里面的成员，然后通过他引荐，去跟那个叫做龙神嘛，反正就是一个戴着天狗面具的一个老人家学习。后面是加入了那个鬼杀队，然后就踏上了那个杀鬼和让妹妹变回人类的道路。nice， 就这样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好像听到了鬼叫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大白天的他敢出现？鬼可能鬼暴露在太阳底下会直接被灰飞烟灭的。哥，怎么啦？我嘞哥，你来找找我，旁边有一头上一个东西，然后我掉坑你了。咱们要不要这样？我加入鬼杀队，然后你，咱们按照那个剧里面走，按照剧里面走，然后你可以变成鬼。你想要成为鬼的话，唯一的方法是，要找一种特殊的矿物，然后再通过击杀其他的鬼来获得能量包。我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晓得吧？晓得。干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把死亡不电脑开一下。好家伙，赶紧跑！吓我一跳！你这个。赶紧跑。我一回头就看到那个东西，那什么，好家伙，这大白天的真的有鬼啊！妹妹，你快过来把这个鬼弄死啊！妹妹，我在找指令。当豆子。我在指令。行吧。走了，看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有个枪，哎，碎石小刀、铁锭、灰色羊毛。哦，咱们可以拆他的房子，这样就有床了。嗯，好。把房子拆掉。哥，我找到一个矿洞，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危险，我快要狗了。哼，有家恐怖生物的，前期特别好玩。我找到煤炭了。
有箱子吗？嘿、nice！ 换一个矿洞吧，好大一头羊。换哪个矿洞没关呀？那个站在树上那个是什么？树妖。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神经病啊！开心的，死掉了。你开死亡比较落了吗？开了呀。咦，前面有好大一个房子，过去。哦！妈呀！你快过来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有金块。嗯，这是个什么房子？凭空出现的，咱们可以住在这里啊。可能就是主角光环嘛，就属于你这种主角光环。真的，我传送过来之后卡了一下，这里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栋建筑。对啊，旁边还有一个，过去看看。耶！敲头妈的！一颗妈死！溜了，还是这里安全。咱们可以暂把这里暂时当成家，做个标记点吧。这门不是可以打开吗？你刚不是打开了吗？嗯。它还是自动的。哎，进来了。哇，好方便啊！啥都有，有毛病吗？还有二楼，给我感觉这是属于你的房子，他不让我进去。我的天，还有床哎，这也太方便了吧？可以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箱子面应该都是空的，他这个门有点 bug 哎。这个门可以撸掉它了。我以为我就出不去了。还有灯笼什么的，我感觉也有点 bug。撸掉一截，这边呢？哇，好多酒！这是个什么？这是柜子吗？这柜子打不开的呀！我这房子可以，走，咱们那个睡的地方解决了，挖矿去。嗯。要致富先撸树，撸完树之后去、挖矿。嗯。一点都不押韵。什么玩意？我感觉这个羊像是寄居。先找一个那个矿洞什么的，好像没看到有天然的峡谷哎。哎，这有艘船哎。哇，怎么啦？我刚刚把床给叠好了。哎，那床是可以叠的。快，天要黑了。啊、哦，黑就黑呗、哎。任务一达成，我到了一个什么地形？我还能让它不黑呀、啊？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哦，嘿嘿嘿嘿，阿里嘎多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吃的东西，最重要的是吃的东西。你饿着呗，就这样。哇，好多鬼，赶紧走，好多鬼。我压根就没出去啊，你走什么走？好多鬼。你回来不就成了吗？妈呀，先睡觉吧。这太多鬼了，什么声音？我这边敲的声音。你看，敲怎么做来着？我忘记怎么做船了。不是三个羊毛，三个那个吗？刷了一只那个，这叫啥？鸟兽、枭兽。哇，这是恐怖生物里面的，谁刚刚朝我丢了尿水？我给你尝尝你丢的瓶酒。这是厕所吗？来，睡觉。
那个睡袋可以睡。你试试呗，你不睡咋知道？咱们周围好多鬼。管他呢，能睡就行。我的床呢？你把我睡袋欺骗我呀？都哪去了？你欺骗我没路呀？要打我睡得好，你给我叠起来。这什么躺？这怎么躺？你告诉我。这不就算躺着了吗？我躺不上呀。那不就算躺着吗？这个睡袋有问题吧？线索右键啊，就算躺在上面吧。哎，我躺下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快点！你在干什么啊？我躺在旁边，没看到吗？这什么牛马睡袋啊？躺了个鸡窝！哎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！没这么快吧？你过来看看外面天亮了。妈呀！什么东西啊？赶紧跑！关键你知道他那个睡的样子太好笑了。风景测火，你做个标记点那里，我忘记做标记点了。咱不是死了就能回去吗？你确定那个睡袋可以设置重生点的？可能吧。赶紧办点正事，咱们第一天我被鬼给踩，什么都没干。哎，找到矿洞了。缠住了。干什么？那我没做标记点。漂亮。我想要加入那个什么鬼杀队的话，我得做一把那个什么日轮刀。哎，干什么？频繁踢踢我，我在挖矿。我也铁镐了。OK， 我做把石镐先。给你。石头嘞？煤炭。插火吧。矿洞里没有火吧？矿洞里面应该是会有鬼的。是不是得五惨的血？啥？哪呢？捡到一滴血，挖到一滴血。就这个，你右键看。慢点，好吃。鬼鬼话了，你不要吃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加入我加入鬼杀队，我这个加入鬼杀队之后可是你的天敌啊！你吓死我了！天敌！你怕是有毛病吧？这不是我弄的，吓得我一愣一愣 的，真的是。给你、啊、这个血。你能不能正常点啊？很正常。我现在正常了，我现在不是鬼了。还有，我刚刚不是给你血了吗？没捡到，漂亮！来吧，先结束这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